简单，把刀的刃口放在两个磨刀器中间，来回摩擦几趟即可。磨好的刀具拥有最初的锋利，因为这个磨刀器是两面同时打磨，所以要比磨石或者磨刀棒更方便更快。最厉害的是，这个磨刀器可以适用任何刀具和方向的磨削。假如我们想要磨锯刀，把刀侧面倾斜，磨刀器可以在正负20度之间摆动。磨刀的斜面和平面只需要把刀的方向转换一下就行了。工作方法也是来回摩擦，一些餐具比如叉子也是可以磨的，轻轻按压其中一个磨刀器就可以进行磨削了。